20块钱吃点啥呢？20块钱，来碗抻面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宋小宝，哎呀妈，我老喜欢你了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宝哥，咱俩照个相。行行，没问题。来来来，上这儿，来来。行，好。来，坐这儿，坐这儿，坐这儿。你往那点。哎呀！小妹儿，你呀，你咋这么笨呢？你这体格啊，咱俩坐这个凳子坐不像。那我站在边儿吧，这边你坐，你坐实了，你坐实，哎哎，你坐实，哎，大哥，哎，猛点啊，一二三，你站起，站起来，再来，再来啊，一二三，谢谢宝哥啊，谢谢你，我发微博行不？行行行，那我圈你，你转发，那你叫啥名？大脸猫，行，等我给你转发呀，等你转发呀，谢谢宝哥，拥抱一下吧，好好。谢谢宝哥，哎呀妈，太高兴了！哎呀妈，遇到宋小宝了！小宝，哎呀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哎呀，你也认识我大爷？电视上总看到你呀，尤其是我老伴儿，他特喜欢你呀！哎呀，哎呀，大爷多大岁数了？今年60多了。60多呀，还喜欢我呢？哎呀，每次看到你呀，把他乐完了。哎呀，那太好！哎呀，回去代我谢谢大姨啊。哎哎哎，哎呀，他要是今天能知道你到这儿来呀，得把他乐坏了。咱改天来呗。哎，有机会跟他照张相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你们也挺累的，多点点好吃的啊。好吃啥呀？今儿出门忘带钱包了，就带20块钱，凑合吃一口吧，节俭。哦，行行行行，节俭点好，节俭点好。行，你忙呗。哎，我忙去了啊。忙。哎哎哎哎，服务员。先生你好，点点什么？那个啊，烤鸡头啊。完了呢？那个你不看电视啊？哎呦我的妈，我一天忙啥样了，我都累这样式，我哪有时间看那玩意儿？不看那玩意儿，说点啥？点菜吧。嗯，点菜。说，给我来一个，来一碗抻面。抻面。嗯。8块。来一盘拌菜。拌菜6块。再来一盘花生米。3块。完了呢？完了，够了。你不来个鸡架呀？咱家鸡架特色，老多客人都奔咱家鸡架来的。可好吃了，鸡架好吃啊！那你看，来一个。哎呀，好嘞，鸡架8块。不要了。咋的呢？我小时候就不怎么爱吃鸡。啊，不要，那这够了，行。来瓶啤酒不？啤酒来瓶去。哎，好嘞，啤酒4块。哎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怎的呢？不要了，我喝啤酒身上过敏。7嘎子，就来一头大蒜。大蒜不要钱。2头。等着！哎呀，我去！哎，我小龙，我搁电视上看着过你。哎，是我，小沈阳。哎呀，演的太好了，我最喜欢你，我最喜欢你。不是哥，你可能认错人了吧？现在宋小宝，我最烦他。他演的啥玩意？演的东西太善了，我跟你说。哎，你说他长那么黑呢？他这啊，像小黑脸似的啊！离老远一看，这俩牙搁那飘着，嗖嗖的。哎，我说缘分，缘分，我也膈应他。兄弟，缘分，缘分！哎呀，这个人碰到你了！哎呀，这家伙这缘分，缘分，缘分！我老喜欢你了，缘分，缘分！哎，到齐了啊！好嘞，这是缘分。好嘞，慢点，慢点，不要急啊！哎，慢慢用啊！好好好，真我兄弟，这真大腕，怎么吃这玩意儿？哎呀，抽吃一口就行。服务员，服务员。服务员，过来！不是，你先生，你点点啥呀？哥，你看，厨师见面啊，来，嗯，说，给上俩菜，上俩菜。哥，你那么严啊？这我都够吃了，你的心意啊，我领了，还不行吗？啊，给面不？给面不？不是，怎么咱不给面是不是？要我撕脸是不是？啊，那让你点你就点得了。那你这样点一个，实在要点呢，你给我点个鸡架吧。你不是你从小不爱吃鸡吗？那玩意有啥不能吃的？快上吧。上去下完了，取5箱啤酒。哦，好嘞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哎呀，搁这能遇见你，咱就是缘分。来，哥，兄长，不信我不怎么能喝酒。我代表观众
感谢你给我们带来快乐。来，行，我代表全场谢谢你啊。兄弟，留个电话，以后联系联系，好。我们公司有规定，电话不能乱给。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嗯，兄弟，站着。哎呀，哥给你留个名片。啊，好，谢谢。铁西这片，提我，大呲花，好使。大呲花，你倒腾烟火的哥？啊，不是不是，好喝点酒。喝酒跟呲花有什么关系？老对瓶吹嘛，一吹多了。啊，这个呲花呀！但是你提我好使，提我好使啊！好好，就真是缘分。电话，别忘了。哎，啊，哎呀，喝酒呢，跟我兄弟小沈阳。为什么呢？就他啊！你不信呢？来，你看说两句啊，就你看。哎，哥，我是你看他是不是他不？等你兄弟结婚了，我让他给你找个面，绝对好使。哥们儿，我跟你说，纯哥们儿，我纯哥们儿啊，绝对是哥们儿啊。最近我又接了个大活，2亿的活，2亿。不是你欠我那200块钱，你什么时候给呀？就等你的200块钱起工了，动工怎么样？啊，喂，喂，喂喂，你说这信号怎么事呢？这信号，喂，喂，喂，怎么？喂，我说兄弟。铁西大呲花，哎呀，指定好使啊！有事找我啊！老公，啊，我还想去。老公，到我这去下。上这儿吃什么饭呢？哎呀，德胜他家特色可好吃了。啥吃的？这满了八胎的地方，哎呀！哎呀，你都不知道，你没吃过，人家鸡架可好吃。从来都不上这地儿吃饭。哎呀，太亏了。大呲花。妈呀！这啥一扔一炸的？哎。咋的了？这是，老哥，谁呀？那块坐的是宋小宝。哎，宋小宝，宋小宝啊！哎，你好，你是宋小宝老师吧？对，我是老师。哎，我特别喜欢你，我打扰你了。没事没事。你跟我照张相呗。行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谢谢你啊。哎，好。老公，快来呀！快来快来，老公，快点。干啥？快点。谢谢你了啊！客气客气客气，来，哎呀，你照的是啥呀？那么近能照着？我照的不好，你自个儿照啊。自个儿照就自个儿照，不好意思啊，麻烦你了，宝哥啊，咱俩自己站，来，一、二，宝哥，你笑的不太自然，你。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觉得他我老公在这你不好意思啊？没有事，他可大度了，他也喜欢你。那咱俩还这边站，来来，站到这边，来宝哥，哎呀，你离我近点吧，你一二三，宝哥，你谁呀？大师傅啊？不是，那什么，他是宋小宝，我不跟你说了吗，老公？哎呀。宋小宝啊，嘿，大腕儿啊，不是他们大腕儿，不，你这大腕儿咋上这吃饭了呢？你这点这玩意儿啊？不是，来，服务员来，服务员，等等我呢啊！哎，我发微博了啊，先让你点点什么？说，来，最贵的，最好吃的，鲍鱼、龙虾全上。哥呀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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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这已经够我吃了，点多了浪费啊！不是，咱们燕儿喜欢你，我也得好好喜欢喜欢你，对不对？点吧，不是，没事，他点吧，我老公有钱，无所谓，请你啊。真不点，点，点。那实在要点的话，点个鸡架吧。哎呀妈，这么大块就点一个鸡架啊？够吃的。十个鸡架，两箱啤酒，齐开，来来来。啊！就说去。老公，是不是？我不能喝酒，哥。啥玩意儿？骗谁呢？这么大腕在外边混不会喝酒啊？啊！但是这桌上酒谁喝的？你不会喝酒啊？大师傅，不怎么的，瞧不起我谁说话呀？来，来，不是，我敬你，我干的，水。玩的啊！
玩儿来了吗？我真不能喝，您喝多了。不是老公，不是现在刘德华过来敬你酒，你不喝呀？你是不是瞧不起我？啊，喝了，给面子不？难为给面子不？啊，不要，我替你。不，你干啥样啊？啊，你干啥呀？他都说他不能喝了，你还非得叫他喝干啥呀？不，怎么他不能喝你就替他喝呀？那我不能喝，说我喝娃娃吐水，你咋不替我喝呢？哥，这事儿吧，咱不能怎么的，我就替他喝过酒，你不愿意了？他不是呢？这啥子？这大腕也玩文玩啊？啊，你们要喜欢盘一盘那玩意儿啊？喜欢这个啊？哎，正好我有爱好，燕儿来，你把我这对给我拿着来。我去，这个我自个拿来。这是干什么呀？哎呀，还爱玩这个，哎呀。来吧，看看我这个啊，我这盒就是小叶紫檀的，好好东西。来看我这对儿，哎呀，太漂亮了！看看品相，来，哎，你这对儿可好，太漂亮了，好啊，嗯，送给你，哎呦，送给你，我家里有啊，我家里有，家里有啊，嗯，干啥的？玩的，啊，你家里有那留玩的，嗯。你来个偶像，我给你加个菜不行吗？太过分了，怎么的呀？从进屋开始你就阴阳怪气的，我不就跟他照张相吗？我就喜欢他了，怎么的了？我就照了，怎么的了？那你还想怎么的？照相有你怎么照的吗？连搂带抱的？对呀，我喜欢他呀，我就照了，咋的？来，宝哥，再给我照一个近点的，来，搂上照上，来，一二，哎呦，拿去，拿手，来，哥，照拿去，就你照一个，把那黑手给我拿去，拿不拿去？你咋那么熊呢？就照一个还能咋的呢？什么叫咋的呀？啊？你干啥呀？你干啥呀？你干啥？你干啥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不是，你说我什么意思？你干啥？不是，没有你事，我这什么意思？我告诉你，你跟我俩吃这混酒什么意思呢？你怎么的呀？怎么的？我吓着过我还没事儿呢。你这你不是你还我呗？你是老爷们吗？我怎么不是爷们啊？就这么点小事，我就跟别人照照相就知道你这样事儿的，那以后过日子还长了呢。就这么点事儿，你就容不下我？我以后跟你过还有什么意思？我不过了，我。还你过不过的呢？还你过不过？我还没有你还过不了呢，我还这么这一年呢，我过不过的？我这一年我没过了，过不了，滚吧去！不有你能啊？燕儿啊，燕儿，燕儿啊，我错了，燕儿啊，燕儿，哎呀，燕儿，哎呀，饭吃这个憋屈。鸡架吃不进去了。服务员，买单。啥啊？先生，你还点点啥？不点啥了，这都没吃了呢。啊、